Hello， 大家好，咁翻到嚟 Nightmare Land 系啦，咁我哋继续啦。哦，今集系第二集，咁上一集就讲到要俾玩具俾嗰班靓仔，系啦，然后要俾呢、這个俾呢个人激激先扣咗血先嘅，对面有条小路，但系阻住咗。好啦，又要俾佢打一下先啦。好，然后。跟住就会开始啲僆仔就开始讲嘢啦。好，然后就餐具，因为呢度就话要中央柱右边嘅要攞先嘅，这不对，咩事啊？又问多次先啦，问多次佢问。黄色注意，红色危险。咁啊，阵间问咗佢先啦。首先中咗招先，要开题系。Yeah！ 好，然后就要行过去问佢啦。想玩玩具，天使已经坏咗，所以要换啲嘢嚟。好啦，天使呢、這个呢玩具找一下有我有咩啊？玩具找一下有在我之后来的孩子。好啦，然后呢、這个总共有五个靓仔嘅，我的玩具在哪里？咦，问咗个局长先喎，应该。好啦，你问多次先睇下礼拜。孩子们的玩具在篮入面，按顺序一个一个发。中央处右边的孩子要比船旁边的孩子先来，要攞住餐具，之后嘅人攞住小船，最后留低金币，真系头痛。好啦，呢、這个冇变嘅玩具揾一下，然后咩孩子想玩玩具，天使已经坏咗，要换啲咩俾佢？呢个咧，我的玩具喺边？呢个咧？我的玩具是布偶，但是现在要模仿国王，如果反过来是什么样子？去的时候汽艇已经没了，去暂时给我。好，首先现在就因为中央柱右边要攞先过船旁边，就是说他一开头要玩具啦，是吧？玩具得一个呢、這个，马型玩具系咪呢个啊？咦，唔系我打开之前有冇中招噶？这不对，唉，点样噶？暗示紧啲咩啊？我嘅玩具喺边？按嚟呢度嘅顺序发玩具，一个人一个。中央柱右边嘅孩子要比船旁边嘅孩子先来。即系点啊？中央柱右边嘅孩子要比船旁边嘅孩子先来，要攞住餐具，攞住餐具。之后嘅人攞小船，最后留低嘅就系金币。金币是第五个人，就是说金币第五个人，但是边个是第一个啊？究竟去的时候汽艇已经没了嘅玩具，暂时不还俾我。玩具是布偶，反过来是什么样？我的玩具在边？他讲中央右边会不会是左边啊？在中央柱右边的孩子要比船旁边的孩子先来，之后的人拿小船，最后留下金币。这么难的，其实是乱咁派的，其实试一下先。坏掉的天使人偶，这个天使人偶是不是这个啊？
咦，唔系天使人啊？你唔通天使人系俾呢个人？啱唔啱啊？这不对，你食屎啊你！哇，这真黐线嘅，我谂住 save 啫。哇哇哇！吓死我大佬，唔好死啊 ！save 啦而家，呢艇无影。咦，得啦，汽艇无形要，我点知边个啊，大佬？谢谢你啲玩具，食屎啊你！好啦，汽艇无形得啦。嗱，首先我抄低佢先。中央船隔篱嗰个系汽艇无形。OK， 汽艇无形。等一阵啦 ，OK， 第一个系汽艇模型啦，跟住然后餐具系嘛，系咪餐具啊？嗰个人要咩噶？玩具就一下有在我之后来的孩子，应该是餐具啊，玩具餐具，咦，应该是喎，佢嗰度写玩具乜乜填窿系嘛？不是这个，唉，食屎啊！汽艇啊嘛，条友，咦，咁真系唔系餐具？嗱，呢个要汽艇模型啊。谢谢你玩具啱啦，咁之后呢就餐具一定唔系㗎啦。对波鞋应该唔系啦。呢、這个唔系要汽艇啦。跟住应该系呢个系咪呢马型换钮系咪呢个啊不是这个，唉，算啦，等我再研究一下先，我再研究一下之后再继续下。好啦，我哋今集去呢度先啦，唔好意思，今集系睇我卡关系啦。今日嘅进度只系知道某一个靓仔咧，首先要汽艇啦，系啦，跟住咧系毫无头绪嘅，系啦。好，我哋下一集再见啦，系咁先，拜拜。